黄敏德同马思唯嘅两个女女黄曼喜同黄丽嘉一向都喜意喺社交平台分享性感相，日前佢哋仲一齐着住蓝色比基尼show身材。不过黄曼喜 Kayla 呢日仲升级大show出浴照，相入边嘅 Kayla 仲疑似露点添。而 Kayla 都有留言话，早前影广告相嘅时候，摄影师都会将佢嘅手臂 P 到好似蜘蛛咁瘦，但系佢自己就希望可以展示到自然曲线。唔少网友都大赞 Kayla 好有美感，亦都认同自然美仲好啊。其实早前妹妹黄丽嘉在巴黎的时候都曾经 po 过出浴照，事后爸爸黄敏德出席活动的时候都说觉得尴尬啊。